大家好，大家都知道，海航的创始人陈鸿先生说，在中国，没有人读得懂海航。幸亏我们每次生活在中国，所以我们试图看能不能读得懂海航。首先，我们注意到海航的领导结构、决策机构。他有一个职位，陈鸿先生是海航的董事会主席，王进先生是海航的董事长。这个，如果我们一般的对企业的常识的理解，董事会主席只不过是董事长的一个更好听的一个词而已。但是在海航，这样开头的两位领导人的这样一种职位的称呼，使我们感觉到它确实有一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海航某种意义上，它也是模仿了中共领导人在习近平上台以前的。中共的领导体制叫集体领导制，或者换句话来说，叫海航决策层。所谓的海航决策层，其实就是董事会主席陈鸿和董事长王进两位先生，所以叫海航决策层。这两个人，当然。我们看到的名次的排名是陈鸿在前面，王进在后面，但实质上呢，谁在海航真正掌握权力呢？这两位人为什么一个要叫董事会主席，另外一个叫董事长呢？我们试图慢慢的来看一看，我们能不能读得懂这个海航。即使在海航的高级管理层，或者是有一定的资历的海航的高级的员工，都应该知道，领导层的意思就是陈鸿和王进在某种程度来讲，他们的权力是非常的平均的。所以，公司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最高的决定，就是既要有王进的签名，也要有陈鸿的签名。根据我们对海航的了解，在海航的重大的决策过程中间，往往是王进先签字，然后是陈鸿后签字，几乎看不到陈鸿不签字的。这个记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曾经出现过。陈鹏说：“这个事情再等一等吧。”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陈鹏在后面签名的时候都会签名。海航的高级主管们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集体领导层呢？看待这个海航的决策层呢？他们有这么一句话，叫"不怕陈鸿叫，就怕王进笑"。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陈鸿这位解放军。军官出身的前民航局的官员王岐山曾经的同事，曾经的好朋友，当然现在也是好朋友。那么他出生于军人阶级家庭，所谓的有军人家庭之风，比较粗犷，
比较直接，所以说大呼小叫，大家也觉得是正常。深渊他喜好虚法，喜欢抄写心经，但实质上呢，他在泥人中间是很直接的。而王介呢，比较阴柔，温文儒雅，啊，不流露他的这个情感，不轻易就流露，但是他一旦笑的时候，尤其是冷笑的时候，你真的要小心了。但是海航不是那么迎接会，因为他的冷笑就会把你开除。如果你达到一定的级别，你是不会被开除的。这是海航的一个他们自认为最有这个良心的、最有善意的一个举动，就是你达到一定阶层以后，海航仍然不会开除你。但是呢，海航有一些秘密的做法，就是把一些要受处罚的员工，尤其是高管，会把他升到山上去接受秘密的教训。只有你写出检讨，承认错误，而且组织上认为你过关了，你才可以下山，否则的话你一直在山上就待吧。当然并不等于你上山受到处罚和教育，你就会在海航完了。有的同志经过检讨，经过反省，知道什么叫真诚，那么还是可以了，继续得到重用。现在我先不讲海航内部的管理规则，我只是讲一讲现在的陈峰，现在的王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陈峰还叫不叫，王健还笑不笑，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鼎鼎金的事所得到的最新消息。讲到今年年初，民进电视一个偶然的机会采访到了葛永贵先生，很快另外一位中国的巨商肖建华先生在香港消失了。民进很快独家披露出来，中国的经营的反腐在某等程度上正式开始了。虽然在过去几年中间，中国进行了所谓的反腐败运动，这个反腐败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政治清洗运动，而且通过政治清洗反过来建立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团队、自己的实力，这样一种速度可以说令美国的曾经的权倾一时的 FBI 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先生，如果他能够醒来一看，他肯定是佩服万分。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的反腐不是吃吃喝喝，真正的腐败的问题是在那些巨无霸的公司里面。巨无霸的公司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官方的女人可以说成都改革开放的东风，官方的女人说是邓小平92年南巡所创造的奇迹，官方的文件说是中国引入世界经济的一等必然反应。真的是这样吗？他们的几百亿、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资产是靠创造发明、靠企业管理、靠他们的聪明才智发展起来的吗？在政治局的会议上，
全国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先生提出了应该在金融系统反腐败，因为这些巨无霸的公司之所以能够高速的成长膨胀，就是因为金融系统在后面支撑。而且早几年习近平上台不久，中国的金融市场、经济市场应该还是表现出某一种上上的势头，甚至股票的高速的攀升，是很多投机家误以为会走向10000点，甚至传闻说是习近平说会走向10000点，结果一泻千里，结果出现了所谓的经济政变一说，匪夷所思的提法。但是它是真实的吗？还是不是真实的？但是俞正声的这个提议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习近平的决策习惯，他往往是比较少的主动提出一个想法，主动提出一个决策过程。他是一个排版型的领导，他支持了俞正声的提议。那么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先生也表示同意。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三位巨头所做出的决策意味都是什么？不仅仅是肖建华被抓那么简单，因为肖建华后面所隐藏的不仅是政府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最高层的很多家族的他们的钱袋子，他们巨大的经营投资，巨大的回报。但是游戏并没有跟肖建华就终止。民进得到消息，很多顶尖的中国的商人，尤其在国际上进行疯狂投资的公司，都被列为所谓的黑名单，手中持仓就是安邦的吴晓辉先生，然后有福星的郭广昌，有徐家印，有王金林等等等等。经过几个月的挣扎，吴晓辉进去了。吴晓辉进去以后，游戏并没有结束，马上就是号称先定下一个小目标，就是挣他一个1亿的王金林先生，就是一个口口声声不让迪士尼在中国挣钱的王金林先生开始卖白菜了。这样一位曾经的中国首富，他跟前面的一些中国首富一样的，并没有在首富的椅子上可以长久坐下去。这样一等椅子远远不如美国的头几把交易财富的财富豪的交易那么稳定。中国这几十年就不知道换掉了多少首富。王健林不知道是一等什么心情，不知道是一等什么想法，开始用白菜的价钱卖掉他的公司。当时我开了一句玩笑，我说这是王金林先生响应党的号召。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中国的财新的媒体真的出现了王金林接受财新的书面访问，其中有一句话响应国家的号召。国家就是党，党就是国家，谁都明白我的意思。王金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他早几个月投资美国的一个
好莱坞的计划就被迫终止，因为呢，中国政府不批准他资金出来，因为对他的举报早已经开始。人们发现万达公司在过去几年出来的资金，进入海外收购的资金都达2000多亿人民币。也有一些人举报王健林先生，说他的收购的公司估值高于市场的价值，比如说某一个好莱坞的影片公司市场价值只有5亿，结果成交价值达到30多亿美金。这样一等对王健林先生的举报指控不断的传递到了中共的最高层。我们不知道这一些举报这一些指控是不是冤枉了王健林先生还是事实，但是有一些数字显示出来，在过去这些年王健林先生的银行贷款高达5700亿，甚至达到5800亿。他用什么样的投资能够回报这么巨大的贷款呢？当然这已经不是王健林先生一个小小的目标了，这是一个富可以敌多少个国家的一个政治现实和经济现实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超级的巨人，似乎没有人可以撼动得了。但是党的力量是任何民间的力量，即算是民间的力量隐藏了官方的力量，也是没办法跟党的力量这一阵较量的。所以对王健林先生的调查已经悄然开始，王健林先生响应党的号召就成为了一等必然。但是王健林先生这一阵是证明了他的清白，还是被查出有问题呢？不知道。因为王健林先生能够成为中国首富，而且积累了这么庞大的财富，他所建立的官商关系啊，绝对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但是吴晓辉先生进去了，据说他跟一家银行所拉到的贷款就高达1000多亿。所以我经常经过帕克·阿维纽纽约的曼哈顿，偶尔会经过我以前经常去的华尔道夫酒店，我在想这个游戏跟几条街之外的洛克菲勒的大厦当年跟日本的交易的故事是不是都是有某一等相似之处呢？好像没有可比性，但是这个故事造成的结果有可能是一样的。也许它的原因可以说是很简单，可能风水不好，不知道，这只有风水大师才能解释。中国的在经营系统的反腐败调查一旦开始启动，后果是怎么样不知道，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一个家族、2个家族、3个家族、4个家族、
五个家族，六个家族，七个家族，八个家族，九个家族，十个家族，不止那么多。不止江泽民，不止温家宝，不止朱镕基，不止曾庆红，不止贺国强，等等等等，你可以打十二个省略号，会查到谁？当然不可能查得干净，但是查这个魔咒已经打开，总是有两几只鸟会被击中。好，我现在告诉大家最新的消息，本来这些是名单上面没有海航的名字，但是最新的消息显示出来，海航也在被调查的名单之中。我在昨天的节目里边讲了，国家开发银行在2011年左右曾经给予海航的授信额度已经达到1000亿，但是事实上今天又有消息，像点点今天是说可能国开行给海航的投资贷款达到6000亿，这是一个没有官方认证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知道几天以前海航最知名的股东，知名度现在高估了董事会主席陈峰，高估了董事长王健的冠军先生，他的股票进行了转让，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转让给一家慈善机构。为什么这些慈善机构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美国？后来发现不是慈善机构，是私人基金。你看葛文贵先生指控说这个私人基金的背后面的控制者就是王岐山家族的信托基金。在指控和报道中间，我们看到了纽约官方、纽约的司法部、纽约的总检察长已经发出了咨询信或者调查信或者是限令信，这意味着海航关于冠军的股份转让已经进入了美国司法系统的眼中，他们的视线之内。实际上在几天之前，更早的几天之前，美国的银行 BOA 已经拒绝了跟海航的合作。虽然在欧洲海航已经成为了德意志银行的大股东，但是欧洲对海航的质疑也在开始调查。这些调查是不是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启动对海航的调查，还是葛文贵先生不断的举报、不断的爆料，使中国的决策层也开始不得不对海航进行调查，还是中国政府自己内部早就有人发现海航有某些异样，应该调查？点点今天是，人也只能点到为止。点点的今天是，正是在很多疑问和真相之间爬发，因为我们不是官方机构，我们不是其中的一个利益者，我们只是一个观察者，我们在试图寻找真相，但是真相有时候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有时候又很近。我们首先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谁在指示这一次的调查呢？谁在调查王健林的万达
谁在调查肖建华的公司？谁在调查吴晓辉的安邦？谁又在调查海航呢？这个调查结果最终会怎么样呢？肖建华已经进去了，他的公司已经在建曼，已经在质检，等待着吴晓辉的命运，大体也是如此。王健林的命运也差不多。当然，他会不会进去呢？还很难说，有可能，也没有可能。也许他可能真的是证明他没事。那么海航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知道，董事会的主席陈峰先生，董事长王俊先生，他们几乎像中国的很多著名的商人一样的，他们是世界公民。每一次产生危险的时候，他们可以享受自由的阳光，享受西方法律的保护，安然无恙的度过一次又一次危机。你还记得王学兵吗？王学兵出事前后，陈静和王峰、王健、陈峰和王健就在海外休息了一段时间。你还记得 X 案件吗？C 案件吗？Y 案件吗？陈峰先生和王健先生也是在海外享受了自由的阳光。现在，他们也在享受自由的阳光，他们会继续安然无恙吗？我们会海航的高管们会继续看到重逢先生的叫吗？会听到王静先生的笑吗？谢谢大家。